好，大家平安。大家平安。我哋开始直播神土了。我们陈导开始直播了。从今天开始。从今天开始。不知去到几时。不知道会要一直要这样多久。但是我相信当这个疫情过去之后呢。我相信当这个疫情过去之后。这个疫情应该很快过去的。这疫情应该很快。这个是我们的盼望，这是我们的盼望。求主施恩给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继续直播呢？如果疫情过了之后，如果疫情过去了，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继续直播。都未知的，到时先算吧。还不知道，到时候再说吧。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现在教会很多的东西都要改变了。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现在教会很多都要改变。崇拜又变了线上的崇拜了。崇拜已经改为线上崇拜。神土也都是。陈导也是。小组也都是。小组也是。很多的课程都是。很多的课程也是。好像被迫去到一个媒体的时代，好像被迫进入一个媒体时代。好感恩，神已经老早预备了我们。但是很感恩，神已经很早已经预备好，所以我们可以三天之内就是直播，所以我们可以三天内就直播。也都神很好，那神也很好。正如刚才 Ruby 所讲，正如刚刚 Ruby 所讲，神让我们前一个礼拜就是直播的去认罪祷告悔改。神让我们前一个礼拜就直播，我们全球一起认罪祷告。跟住，即系我哋冇谂到下个礼拜就系冇得集合嘅聚会。我没有想过一个礼拜之后就没有一起的集合的聚会。但系一路嘅发展落嚟，哇，好快又要做个决定，我哋要系线上啦，线上嘅广播而唔系聚集嘅聚会。因为疫情的发展，我们马上又做一个决定，我们不聚集一起聚会，我们就改为线上聚会。我相信一切都喺神嘅手中。我相信一切都在神的手中。因为无论系讲道嘅题目啦，无论是讲道的题目，神土嘅经文啦，陈导的经文，一切都喺神嘅预备当中。一切都在神的预备当中。咁我哋。年初第一篇信息，神已经讲系喺你哋系即系遭难嘅日子，神要看见。年初的第一篇信息，诗篇二十篇已经讲到，你们在遭难的日子，神已经看见。后来我哋又讲到爱与信任啦。后来我们讲到爱与信任。咁讲完爱与信任之后，其实我就好想跳到哈巴谷书。讲完爱与信任，我就很想跳到讲哈巴谷书。师母话唔好讲好撒玛利亚人要。那师母就说不好，先讲好撒玛好撒玛利亚人。咁我哋就讲好撒玛利亚人。那我们就讲了好撒玛利亚人。真系好特别喎。真的很特别。系啊，其实讲咗爱与信任之后，我哋就系讲遍地要归向耶和华啦。讲了爱与信任，我们讲遍地要归向耶和华。那个就是直播了，那个就是直播，我们一起悔改。跟住就是易俊 Crystal 所讲。那接下来就是易俊 Crystal 所讲的。这个好撒玛利亚人。那个好撒玛利亚人。正在问紧，边个系即系法律法师就问谁是我的邻舍啊嘛？律法师就问谁是我的邻舍？但系耶稣就问。谁是他的邻舍啊？耶稣就反问，就是谁是他的邻舍？真系中国呢个时候好需要邻舍。中国这个时候很需要邻舍。大家系埋怨佢，指责佢咧。大家都在埋怨指责他。祸患嘅源头咧？那是祸患的源头。或者喺隔岸观火就沾沾自喜咧？或者隔岸观火沾沾自喜？系你又唔系我？是你不是我？好彩系你唔系我。恰好是你不是我。你咁样就。对我哋好好啦，你这样对我就好了。咁以后咧，啲生意啲厂咧就唔使喺中国啦。以后那个厂家就不用设厂在中国了。我哋就唔会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啦。我们就不会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我哋可以分散啦。我们可以分散的。所以有啲国家就好开心。有些国家就很开心。哇！中国咁嘅疫情咧，对我哋中国家有帮助。中国这样的疫情对我们国家有帮助。真系会咁嘅。真的会这样。耶稣的信息就问谁是他的邻舍？
耶稣就问：谁是他的邻舍？谁是中国的邻舍？谁是中国的邻舍？我们又见到以色列又起来成为中国的邻舍。就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以色列起来成为中国的邻舍。我为以色列去感恩。我为以色列感恩。我都相信平安一定会临到。我们也相信平安一定会临到。因为神是怜悯的神。因为神是怜悯的神。今天我们就来看西番雅书。今天我们就来看西番雅书。我补充我刚才这样讲的时候，我是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我补充我刚刚这样讲的时候，我就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手中。整个的铺排是神的。整个铺排是神。神是奇妙测试。神是奇妙测试。他是带领着六一一。他是带领着六一一。他带领着我们。他是带领着我们。带领着我们往前行。带领着我们往前行。我们的信息，我们的硬件的安排。我们的信息，我们的硬件安排。大家知道吗？我们是能够直播呢，其实是因为刚刚硬件又运到。大家知道我们能够这样直播，是因为我们刚好就是硬件都齐备了，一些设备就是运到，都运到，我们可以做到，我们就可以这样做。我们的团队又刚刚好，我们的团队也刚好。好感谢神，很感谢神。神预备的信息又刚刚好，神预备的信息又是刚刚好。咁嚟到。我哋今日我哋读西番雅书。那来到今天我们读西番雅书。西番雅书有三章，今日我读第一章。西番雅书有三章，今天我们来读第一章。我俾佢嘅第一章嘅题目系，我给第一章的题目是快悔改吧，快悔改吧。神审判的日子临近了。神审判的日子临到了。神的愤怒临到了。神的愤怒临到了。快悔改吧。快悔改吧！呢章圣经系写喺第一节就讲啦。当犹大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希西家的贤孙西番雅。第一节就讲到，这时间当大卫王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希西亚的贤孙当然我省略咗好多贤孙亚玛利等落去。就省略了中间，就是四代，就是零到四代，希西家数来四代，数下去第四代西番雅。西番雅是希西家的族人的后裔。西番雅是希西家王的后续，是他的族人。族人。族人。续或者族。他的后代啦。他是他的后代。从他而出这个的预言呢，真的特别有意思。从他而出这预言就特别有意义。因为西番雅的预言就是预言到包括犹大要灭亡。西番雅的预言有预言到犹大会灭亡。包括犹大。包括犹大会灭亡。这里其实全地要毁灭。其实是全地要毁灭。包括犹大。包括犹大。神愤怒临到，神审判的日子临到。神的愤怒，神审判的日子临到。我们除了第一节啦，系指示呢一个嘅场景啦。除了第一节指示了这个场景，时间啦，时间系约西亚王嘅年代啦。是约西亚王的年代。其实西番雅系从以赛亚以后咧，系第一个嘅先知。西番雅是以赛亚之后的第一个先知。系喺呢一个。约西亚王的时候，是在约西亚王的年代。约西亚王是一个好王。约西亚王是好王，但可惜就系死得早。那可惜他死得比较早。点解死得早咧？为什么他死得早呢？因为神咧冇忘记马拿西嘅罪。因为神没有忘记马拿西的罪。马拿西、亚门，跟住就约西亚。马拿西、亚门，然后到约西亚。所以约西亚一个好王。所以约西亚是一个好王。他是一个悔改的王，他是一个悔改的王，但是神都让他离开，但是神还是让他离开，他是死于埃及王的手，他死在埃及王的手。在约西亚王的时候，西番雅发了这一连串的预言。在约西亚王的时候，西番雅先知发了这一连串的预言。我们将第一章可以分为三段，我们把第一章可以分三段。这里分别三个预言。这里分别是三个预言。
是讲出来的，是讲出来的，是全遍整个的犹大，是全遍整个犹大，全遍全地，全遍整个，是神的说话，是神的话，神的预言，是神的预言。第二节至第六节是第一段，二到六节是第一段。小标题，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第二节啦，呢句话系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重。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耶和华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类。原文咧系 take away, take away。原文就是 take away, take away。或者翻为 remove, remove, 除去除去。或者翻译成 remove, remove。除去除去。除去除去。Take away all upon the land. Take away all upon the land. 就是将是除去除去在地上所有的一切。除去除去地上所有的一切。除去除去地上全部的东西。除去除去地上全部的东西。是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耶和华说。耶和华说：除去除去地面上的一切，除去除去地面上的一切。跟住，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除灭人和牲畜与空中的鸟、海里的鱼以及绊脚石和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我必将人从地上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地上所有的嘢都要除去。地上所有的东西都要除去。人牲畜。人牲畜。飞鸟、海里的鱼、绊脚的石。飞鸟、海里的鱼、绊脚石。同埋恶人。以及恶人。绊脚的石即系嗰啲计谋啊。绊脚石就是计谋。嗰啲系叫以色列人跌倒嘅。那是叫以色列人跌倒的，叫个人去拜偶像嘅。你叫人去拜偶像的，嗰一切嘅，嗰一切嘅制度，那一切的制度、想法、想法，同埋恶人，还有恶人。我必将人从地上除去。我必将人从地上除去。这是耶和华说的。这是耶和华说的。跟住神又话：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力，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所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的，和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哦，谢谢 Ruby 啊，第四節至到第六節啦，四到六節就係我要伸手攻擊猶大同耶路撒冷，就是我要攻擊伸手，我要伸手攻擊猶大和耶路撒冷，要剪除呢個城市入邊所剩下嗰啲嘅拜偶像嘅民，要剪除這城市剩下所拜偶像同埋所有嘅偶像，還有所有的偶像。佢話剪除所剩下嘅巴力並馬勒基林的名和祭司，剪除所剩下的巴力並基馬林的名和祭司，基馬林啊。是一个偶像的名字，基马林就是一个偶像的名字，巴力、基马林、同埋祭司，他都要剪除，基马林祭司他都要剪除。即是说当时的犹大国呢，在这个约西亚王的年代呢，都仍然是拜着偶像。当时犹大国在约西亚王的年代还是在拜偶像。当然我们知道约西亚王后来他是修理圣殿发现律法书了，我们知道约西亚王他修理圣殿，发现了律法书。在622年就发现律法书。在622年 BC 就发现了律法书。咁之后就大家就问点办啦？那大家就问怎么办？然之后有个女先知就发个预言啦。有一位女先知就发预言，就系、是、犹大咧拜偶像等等等等等，我哋神嘅审判会临到。犹大拜偶像，神的刑罚会临到。
其實之前咧，我相信係西班牙嘅預言已經喺度。我相信之前西班牙的預言已經發出來了。咁係王都聽到，王也聽到了，於是就有一個復興啦。那當時候就帶來一個復興，就係除去偶像，除去偶像，就係恢復聖殿啦。恢复圣殿的敬拜，就是整个犹大有一个很好的、很临美的一个小阳春的复兴。那南国犹大就有一个很难得的小阳春的，其实整个国家都快毁灭的了。复兴，那整个国家其实快毁灭的。那神都怜悯，那神也，所以我给这里的题目是快悔改吧。所以我给他的题目快悔改吧。神的审判临到，神的审判临到。在约西亚王的年代，约西亚就悔改。在约西亚王的年代，约西亚结果是带来转机。结果就带来转机。但系仍呢个转机仍然冇办法止息神嘅愤怒。那这个转机也没办法止息神的愤怒。神嘅愤怒实在太大。神的愤怒实在太大。因为马拿西嘅罪孽。因为马拿西的罪孽。咁神都唔能够忘记嗰样嘢。神还是不能忘记那个事。耶路撒冷从东到西充满血。耶路撒冷从东到西充满着血，所以神要审判，继续的审判。神要继续的审判。约西亚王去听到，约西亚王听到，他愿意悔改，他愿意悔改。神话我要从地上剪除万类。神说我要在地上剪除万类，是剪除剪除，是剪除剪除。我要伸手攻击犹大，我要伸手攻击犹大，耶路撒冷，巴力嘅祭司，巴力的祭司，同埋嗰啲喺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嘅，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即系拜假神嘅，拜天象嘅，拜天象的，嗰啲敬拜耶和华，指着佢起誓，又指住咧阿摩利人嘅偶像。马勒堪起誓的，和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亚摩利人所拜的偶像马勒堪起誓的，那些是叛逆神，不跟从神而去跟从是偶像的，神都要剪除。那些跟从神又跟从偶像的人，神都要剪除。第六节，所以第六节说，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和不寻求耶和华的，也不访问他的。第六节，与那些转去不跟从耶和华的，也不寻求耶和华，也不访问他的。呢度第一个预言就系话到，神要除灭地上嘅万类。第一个预言就讲到神要除灭地上的万类。系万类啊！是万类，飞鸟都要受灾，飞鸟都要受灾，鱼都要受灾，鱼也要受灾。大地会受灾，大地会受灾，一切的活物都要受灾，一切的活物都要受灾，大地都要受灾，大地要受灾，是非常之严重，非常的严重。第二个预言呢？第二个预言是神必惩罚一切叛逆的子民同埋土地。神必惩罚一切悖逆的子民和土地，包括土地，包括土地，叛逆的土地，悖逆的土地，叛逆的子民，悖逆的子民。原本耶路撒冷是神所指定的地方，原本耶路撒冷是神所指定的地方，是神的居所之所在，是神的居所所在，是属于神，是属于神的。但是甚至这个城市都叛逆，甚至这个城市也被你。神话我要毁灭。神说我要毁灭。我要惩罚。神说我要惩罚。其实当先知讲这些预言的时候，其实当先知讲这些预言的时候，他真的要人深深的悔改。他真的叫人深深的悔改。不是表面的悔改。不是表面的悔改。约西亚的复兴都不够。约西亚的复兴还不够。其实是要转化，其实是要转化，不是单单说除了偶像，不是单单说除了偶像，但原来他们很多的东西都是跟从亚述的，原来他们很多东西都是跟从亚述的，跟从亚述的生活，跟从亚述的生活，跟从亚述的方向，跟从亚述的方向，跟从亚述的衣服，跟从亚述的衣服，因为
當時亞述係好大嘅。因為當時亞述很大。亞述咧已經係影響咗整個嘅中亞啦。亞述呢一個嘅小亞細亞已經影響了整個小亞細亞。所以喺整個嘅猶大嚟講，佢係被亞述同化咗嘅。所以對整個猶大來說，他是被亞述同化的。喺呢度，神話我要審判呢一啲唔跟從我而跟從亞述嘅子民。神在這裡說，我要審判那些不跟從我而跟從亞述的子民。我哋睇一睇啊。我們來看呢第七節。第七節至到第十三啦。七到十三係第二個預言。是第二段。你們要在主耶和華面前靜默無聲。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啊，呢节圣经有啲难解。这节圣经有些难解。你哋要喺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他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嘅日子快到啦。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了。耶和华日子系咩日子啊？耶和华的日子是什么日子呢？呢度可以系写博士论文噶。这里又可以写博士论文了。系好多好多嘅讨论。是很多很多的讨论。乜嘢耶和华嘅日子？什么是耶和华的日子？大致嚟讲就系耶和华审判嘅日子，耶和华愤怒嘅日子。大致就说耶和华审判的日子，耶和华愤怒的日子。喺耶和华嘅审判临到啦，你哋要静默无声。耶和华的审判临到了，你们要静默无声。因为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将他的客分别为圣。呢度系描写紧一幅嘅图画，就系神要预备打仗。这里描述一个图画，就是神要预备打仗。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就好似打仗之前嘅献祭一样。耶和华已经预备了祭物，好像打仗之前要献祭。一个王出去打仗咧，佢要预备祭物噶嘛？一个王要出去打仗，他要先预备祭物。好似我哋讲诗篇二十篇，我哋分享嘅时候都系咁。好像讲诗篇二十篇，我们分享。个王要出去打仗啦，佢就嚟到圣殿嗰度献祭。王要打仗，他就来到圣殿献祭。向神去祷告啦。向神祷告。然之后佢就出征。然后他就出征了。呢度系耶和华要出征。这里耶和华要出征。耶和华预备好祭物。耶和华预备好祭物。预备打耶和华嘅仗，预备打耶和华嘅仗，系神亲自去打仗，是神亲自要打仗，去让佢嘅客分别为圣，他让他的客分别为圣，佢嘅客系指边个咧？他的客指谁呢？神秘嘅客啊，神秘的客，其实系巴比伦人，其实就是巴比伦人。系神所兴起嘅军队，是神所兴起的军队。这个军队要被神使用，这个军队要被神使用。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必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神要惩罚首领和王子。神要惩罚首领和王子，并一切跟从外邦人穿外邦人衫嘅人，并一切跟从外邦人穿外邦衣服的。呢个犹大国都亚述化啦，犹大国是被亚述化了。佢哋着亚述嘅衫啊，他们穿亚述的衣服，拜亚述嘅神啊，拜亚述的神。佢哋大大嘅受到亚述所影响，他们大大受亚述所影响。亚述已经灭咗。这个犹大国的灭了这个以色列，已经灭了北国以色列，已经有一段的日子，已经有一段日子。但现在神要兴起巴比伦，但现在神要兴起巴比伦，神亲自用巴比伦来打仗，神亲自用巴比伦惩罚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惩罚王子，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即是那些寻求亚述帮助的，那些寻求亚述帮助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监、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充满主人房屋的。到那日，我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将强暴和诡诈得来之物的，充满主人房屋的。用强暴得财的。用强暴得财的。神要惩罚他。神要惩罚他。
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义城发出哀号的声音，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耶和华说，当那日从鱼门必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又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从鱼门发出悲哀的声音，从鱼门发出悲哀的声音。鱼门如果在美国呢？鱼门如果在美国，就等于是美国的时代广场啊，嗰一啲啦，就等于美国的时代广场那些，是纽约啊，是纽约。如果在香港呢，就等于我们的中环。如果在香港，就等于我们的中环，是所有贸易的中心之所在，所有贸易中心，是商业中心、银行中心，商业中心、银行中心。这些的商业中心要发出悲哀的声音，这些商业中心要发出悲哀的声音，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从二层发出哀嚎的声音，这些都是商业的地方，这些都是商业的地方，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从山间发出大破裂的响声。马加提斯也都是耶路撒冷里面一个地方，马格提斯是耶路撒冷一个地方，耶路撒冷里面这个地方的居民你们要哀嚎了，在耶路撒冷，你们这些居民要哀嚎。那个商业中心面对审判啊，那个商业中心的地面对审判。那个商业中心，商业中心的地面对审判。这个地的居民都会面对审判。这个地的居民也面对审判。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搬运银子的都被剪除。这些的商人啊，这些的银行啊，全部都会被剪除，这些商人啊、银行啊都被剪除，做搬运的也都会被剪除，做搬运的、做运输的也都是要发出哀嚎，也会发出哀嚎。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必惩罚那些如走在宰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祸，必不降福，也不降祸。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我并惩罚那些如酒在渣滓上澄清的，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他们是即是这些在渣滓上澄清的，其实真的很底的，都很俗的。在渣滓上澄清的，就是指在最底下那些很俗的，最后的，就最后的审判，去到最后的死，到去到最后的，到最后的死亡，到最后他们是不太信的，他们是不信的。神不会降福也不会降祸，他们不觉得神会降福，也不觉得他会降祸。神是没什么的，神没有什么啊，他们是麻木的，他们是麻木的。神说，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变为荒场，他们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神说，他们的财宝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成为荒场，他们必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他们是会面对审判，他们会面对审判，他们碌是徒然，他们恼怒是徒然，他们得不到什么，他们得不到什么东西，就是神要审判一切的子民，就是神要审判一切的子民和他们的土地和他们的土地，并且神是要用兴起神的军队，并且神要兴起神的军队来对耶路撒冷犹大进行攻击，来对犹大耶路撒冷进行攻击。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耶路撒冷他们穿外邦人的衣服，这段我们就看到耶路撒冷是穿外邦人的衣服，他们继续在做生意，他们继续在做生意，他们继续拜偶像，他们继续在拜偶像，好像一片的升平一样，好像一片升平，继续的赚钱，继续赚钱，继续建造房屋，继续建造房屋。有没有看看我们香港，有没有看到我们香港？其实前一轮呢，即这个灾情临近啊，这个的是反修例啊等等，前一轮就是灾情临到反修例啊，我们香港在动荡，我们香港在动荡中，但是我们的经济啊各样照常的，但是我们经济各样是照常的，楼啊照去排队买的，楼是照常排队去买哦。其实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已经是去到呢度所讲嘅，大家有没有想到，我们已经到了这里所讲的，系走渣上边所澄清嘅嗰一部分，是走渣上澄清的那部分。我哋好似嗰啲酒喺走渣上边，就是那些酒在渣滓上面，已经去到最后，就是到最后了，我哋仍然都唔觉醒，
我们还不觉醒，继续建造房屋，我们继续建造房屋，继续栽种葡萄园，继续栽种葡萄园。但是神啊，一切都是突然。但是神说这一切都是突然的，甚至而家仲弊啊，甚至现在更糟。寻日新闻话。哇！有幾個賊人去搶廁紙喎，攞刀。有幾個賊去搶廁，搶衛生紙。呢個時候應該係大家同舟共濟嘅時候。現在大家應該是同舟共濟的時候。悔改嘅時候。悔改的時候。而唔係行惡嘅時候。而不是行惡的時候。已經咁艱難。已經這麼艱難了。第三大段，第三大段，十四到十八节，十四到十八节，神愤怒的日子必烧毁全地，神愤怒的日子必烧毁全地，快悔改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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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日子快消灭全地，神愤怒的日子快消灭全地，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甚快，乃是耶和华的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号。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临近而且快，乃是耶和华日子的风声，勇士必痛痛的哭号。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急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荒凉的日子，是黑暗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那日是愤怒的日子，是急难困苦的日子，是荒废凄凉的日子，是黑暗、是幽冥、密云乌黑的日子，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城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我必使灾祸临到人身上，使他们行走如同瞎眼的，因为得罪了我。他们的血必倒出如灰尘，他们的肉必抛弃如粪土。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们的愤怒如火，他的愤怒如火，必消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当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不能救他们，他们的愤怒，他的愤怒如火，必消灭全地，毁灭这地的一切居民，而且大大毁灭。神的日子是愤怒的日子，神的日子是愤怒的日子，他要大大的毁灭全地，他要大大毁灭全地。这个日子不是说不降福也不降祸，不是说不降福也不降祸，神是做事的，神是做事的，他面对着犹大国的罪，他面对犹大国的罪，他要降祸，他要降祸，他要审判，他要审判。这里三个预言，这里三个预言的开头是毁灭，毁灭，第一个预言的开头就是毁灭，毁灭，去到第十八节最尾都是大大毁灭，到十八节最后也是大大毁灭，其实一个毁灭是一个审判的日子，是一个毁灭的日子，审判的日子，不断讲的神的日子快到了，而且很快了，很快很快很快到了，不断的讲到神的日子快到了，很快很快。神的心呢，神的心，我要讲回神的心，不是说要真的毁灭的，神的心不是真的要毁灭，如果真的要毁灭就不讲的了，如果真的要毁灭就不讲，如果真的要整蛊犹大，要毁灭犹大，他就不讲，如果真的要戏弄犹大或者要怎么样，就不，他就不讲了，他好像爸爸妈妈一样，他就像爸爸妈妈，我要罚你的了，我要罚你了，很快罚的了，我要很快要罚你了，我今晚就罚你的了，我就要罚你了，今晚上就要罚你了，意思是什么呢？意思就是什么？你快点认罪，你快点认罪，快点悔改，你快点悔改，免得我真的罚你，免得我真的要罚你。我们现在其实全世界都去到最后，现在全世界都到最后，哇，你看看蝗虫为患，你看那蝗虫啊为患，还有疾病，还有疾病，还有禽流感，还有禽流感，不止肺炎，感冒，不止肺炎，还有流感，整个的气候大大的改变，整个气候也大大在改变，其实整个世界现在不知道变成什么世界，现在整个世界不知道变成怎么样的世界，我很感觉到真的去到末日，我很感觉到真的是到末日，
有啲人仲預言，仲講哇，可能真係三分之二嘅人會受感染。有些人喺預言，佢係這樣講，說三分之二的人會。我真係好唔想咁。我真的很不想這樣。求主幫助我。求主幫助我們。我哋其實今日神嘅話話俾我知，要快快嘅悔改。今天神的話告訴我們要快快快悔改。西班牙先知預言之後咧，仲有呢個哈巴谷嘅喎。西班牙預言之後，就到哈巴谷的預言。其實我哋講咗哈巴谷書咧，先至去睇西班牙書。我們是先講了哈巴谷，但係時序上咧就係西班牙早過哈巴谷。但時序上是西班牙比在哈巴谷。所以哈巴谷嘅時候咧，就已經係就唔可以講係最快最快啦。哈巴谷快到快到了，不是了，就不是在讲快到快到了，就是已经到了，是已经到了。哈巴谷就在等候，哈巴谷在等候了，等候灾难之日临，等候灾难之日临到，没事做到，没有事可以做。现在西方的时候还可以做，现在在西班牙的时候还是可以做。求主帮助我，求主帮助我，快快悔改，快快悔改。我们的政府要悔改，我们的政府要悔改，国家要悔改，国家要悔改，我们的民族要悔改，我们的民族要悔改，全地都要悔改，全地都要悔改。台湾的政府啊，你要悔改，台湾的政府你要悔改，全地的百姓啊，你们要悔改，全地的百姓你们要悔改。我们一起俯伏在神面前，我们一起俯伏在神面前，求神怜悯，求神怜悯，或者神看到我们的悔改，或者神看见我们的悔改，他就翻转头，他就回转，不将他所命定的灾降与我们，不把他命定的灾降与我们。求主施恩给我们，求主施恩赐给我们悔改的心，赐给我们悔改的心。Amen. Amen. 好吧，我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我们求神的灵来充满我们，求神悔改施恩的灵来充满我们，愿全地都看见神的荣耀，愿全地都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开口，我们用灵歌，我们用方言来赞美他，我们求神来苏醒我们的灵，求神在这个时刻，在全地患难的时刻，求神怜悯，求神施恩，求神的爱来充满，求神使我们明白他心中的想法。弟兄姐妹，我们开口，我们开口，我们在灵里面，我们与神一起来同工。神在万军之耶和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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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万军之耶和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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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万军之耶和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神在，神在，神在，万军之耶和华，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地充满了他的荣耀，神在全能
唯有你是圣洁的主，主啊，我们没有一个人在你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主啊，因为你是荣耀的神，你是圣洁的神，主啊，我们多谢你的同在，你的荣耀就在我们的当中。在今天的经文里面讲到，在神你的日子的里面，你的审判要临到我们每一个，并且你的审判是从神的家开始，是从我们在这里站立的每一个开始。圣灵，求你将一个深深悔改的灵在这一刻的里面充满我们。圣灵，你来搅动我们的心，你搅动我们的灵。弟兄姊妹好不好，我们都坐下，如果你方便的话，你可以跪在地上面。神今天要来审判，
神话这个日子必然临到，求神真的去让我们的心能够有一个好深好深的悔改，神呼召我们深深的悔改，神话唯有我们谦卑寻求祂的面，我们找住神，神可能会开一条出路，我们求神的恩典。弟兄姊妹，在这一刻的里面，我们求神去光照我们，我们呼求神的怜悯，求神除去我们心的麻木，除去我们的自我感觉良好，我们会觉得我们已经有神，我们得着救恩，但是神话是不是不是，我要审判每一个，我要审判每一个，包括祭司利未人。弟兄姊妹，我们一同去呼求神的怜悯，我们一同呼求神的怜悯，单单以你为神，主啊，我们求变嘅形势，我们求。
只是靠我们自己能够做。主啊，我们忘记了你，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啊，主赦免我们啊，我哋好多代都系咁样拜偶像，离开神，寻求偶像嘅保佑。我哋一齐开声嚟认罪啊！我哋得罪神啊！主啊，求你洁净我哋啊！啊，我哋好多代咁样拜偶像得罪你啊！
耶稣怜悯我们，耶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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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怜悯你的教会，是拯救在你的教会当中。神人人面前，主啊，成为先知，成为守望者，成为代祷者，主啊，接近我们，接近我们，今天教会在你的面前说，主啊，我们不浪费时日，主啊，我们在这瘟疫横行的日子，蝗灾横行的日子里头，你的教会要兴起祷告，主啊，你的教会要兴起，主啊，为世代发声，成为先知，主啊，求你使用我们，主啊，我们愿意为你所用，主啊，我们不再说耶和华不降福也不降灾，主啊，我们说是的，你是施行审判的那一位，你是施行审判的那一位，主啊，我们呼求你，主啊，我们仰望你。我想要请我们的先知贴心牧师还有 Debbie 牧师我们直到台上来，我想请他们来代表先知来呼召上层的，今天我们为首领，为上层的，为无论商界政界这些上流人士的人来呼召他们悔改，然后我们在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在代表教会神的教会守望者来为他们祷告，为政府为上层的人士来祷告，所以他们就站在先知的位分当中，就好像这些上层人士在你的面前，你代表神呼召他们悔改。主，我们多谢你，主，你给贴心和我有先知的位份，我奉耶稣基督名向着香港，向着全地每一个的高官上层的人士，甚至在社会有头有面的人士，你们要起来，我奉耶稣基督名，主，你的灵进入他们的生命里面，现在这一刻就进入他们里面，每一个人都要起来，起来，起来，去到悔改认罪，谦卑在神的面前，并且奉耶稣基督名，他们满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能力谋略，去到统管我们的社会，主，我们多谢赞美你。世上的列国列王啊，我站在神所给我先知的位分上向你招手，香港、台湾、日本、韩国、中国，所有遍布全世界每一个州的每一个国家，所有的君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呼召你们悔改，悔改，悔改，带着你的国家，带着你国家所有的政要商界各行各业回转来归向万军之耶和华，现在是你回转的时刻，现在是你认罪的时刻，现在是你谦卑在万军之耶和华膝盖前面的时刻，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对你发出这个末世的呼召，悔改呀，悔改呀，列邦列国的王啊，带着你的政要，带着你的各行各业，带着你国家的百姓悔改吧，悔改吧，悔改吧，因为现在是末日的时刻，现在趁有那机会能悔改的时候，君王啊，你要从你的宝座下来，切切的回转归向神，谦卑的为自己，为你的国家来认罪，谦卑的为自己，为你的国家说，神啊，万军之耶和华，赦免我们的罪孽，医治我们的土地，拯救我和我百姓的生命，我奉耶稣救命来呼召列邦
姊妹，点解神唔能够忘记马拿西嘅罪？因为马拿西所行嘅恶咧，比以前诸王所行嘅恶更深。点解约西亚王嘅宗兄唔能够止息神嘅怒气咧？约西亚王做咗嘅就系恢复节期，恢复圣殿。恢复律法，但是我们来到这个时候看到西班牙里面的原来呢，犹大人他们继续的去跟从亚述的，穿亚述外邦人的衣服，祭祀他们的神，他们又祭祀耶拜耶和华，但亦都去寻求其他的神，他们不是专心的去寻求神。在西班牙书这里说到，他们继续敬拜天上的万象，其实这个马拿西的时候就是拜天上的万象。他们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马勒堪起誓，他们转去不跟从耶和华，不寻求耶和华，不访问耶和华，他们穿外邦人的衣服，他们用强暴去得财，他们继续的不理先知的说话，继续的发财，继续的做生意，他们继续讲耶和华不会降祸，也不会降福的，我们不需要寻求他，他不会降福的，不过他也不会降祸的，他们当神是没有道，是一个不信的心态。约西亚王的宗兄不能够带来这个的转化，其实我们要求神要求的真是他的子民来寻求他，而不是说啊没了偶像，没了偶像，但是心仍然去跟从偶像。我们的心要跟从神，我们要进入一个转化入面，我们一起闭上眼睛。转化是从我们开始，六一是生命树，要从我们开始。今天你心中你是寻求好运呢，还是寻求神？我们是寻求钱财啊，定是寻求神？我们要得着房屋啊，定是我们要得着神？我们有没有来访问神、跟从神、寻求神，而是寻求这个地上的一切？
我们又是不是一方面来敬拜神，一方面又去寻求马门，希望你将你的希望放在钱财上面，神话钱财到最后不能够救你。马拿西做不到的是转化，他做到的是复兴。弟兄姊妹，我们求神止息瘟疫，止息蝗虫，我们求神降雨，也都求神不要下暴雨，我们要在神面前自卑祷告，寻求祂的面，从我转离我们的恶行，复兴不等于人是转离恶行，从我们开始，我们要彼此相爱，有爱有信任，有自由有节制，在我们的群组里面，我们要成为一个转化的正能量，让更多人转化。我们一方面在殿里面寻求神悔改，一方面我们要转化来寻求神。圣灵啊，你进入我们里面，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转化跟随你的人。我们不再跟随马门，不再跟随偶像，不再追求地上的丰富安全感，我们追求你，我们相信你，我们跟随你。圣灵，你恩膏我们每个人，让我们的心不满足于复兴，让我们的心不满足于我们信了耶稣了就得了。其实很多信了耶稣的人都仍然的去得罪你，主是让我们真的全心谦卑寻求你的面，转离我们一切的恶行，单单仰望你，等候你，寻求你。主啊，救我们脱离世界的风俗追求，脱离世界的安全感，我们单单归向你。主啊，我们愿意悔改，我们在这里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城市、国家，代表中国政府、台湾政府、香港政府、全地的政府，向你来认罪，代表我们所有的坏人和蛮族，向你来认罪，你赦免我们。主啊，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可以从复兴去到转化，跟随你，心思意念都跟随你。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主啊，你施恩给我们，给我们悔改，寻求你的心。主啊，你说叩门的你必定为我们开门，寻找的就寻见。主啊，我们向你求饼，你不会给我们石头。主啊，我们向你寻求，求你止息瘟疫，止息这个地上一切的灾害，止息那些蝗虫。主啊，我们都为到我们人类破坏整个大自然，甚至破坏整个臭氧层，我们来祷告，求
你赦免我们，好像这样的罪没办法翻转头，没办法补救，但我们求你怜悯，你亲自出手来帮我们，你救我们的土地，救我们的地球，救我们整个环境，而到救地上一切的万物，免得万物因为我们的罪而遭除灭，而被连累。主啊，赦免我们，主你看见我们，你施恩给我们，我奉耶稣的名求圣灵恩膏你，让你切切的寻求神，仰望神，要求主保守你出入到平安，神的面光光照你，施恩给你，赐你平安，奉耶稣的名祝福你，阿们。好，多谢神，我将荣耀归给神，我们停在这里，祝福大家。